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鹿剪肉。昨天呢，咱们拍视频，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灯的情况。这一共分出来100多个款，其中呢，这个吊灯是有20多个款。然后咱们今天先把这个吊灯上一下啊，给大家更新一期视频，大概的说一下。我这边列了一个表格，甭看这个款式这么多，总数量呢倒是没有多少，有的只有一个，多的话有100多个，一共总数量的话差不多有300左右。咱们就从最左边开始看，这批货呢大概就是10几块20多块，最贵的是30多收过来的，所以说肯定是非常简陋啊。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有2个灯，然后可以伸缩的，比较适合在餐厅啊或者是办公桌前是吧，都可以用这种灯。里面还有2个灯泡，这些吊灯呢每一个都有送这个灯泡的啊，这是一种。然后还有一种的话是这种是3个灯头，也是吊灯。今天这个20多款呢全部都是吊灯，可以更改位置。咱们拍视频呢不可能每一个全部都要说啊，就大概领大家看一下，当然详情页的话咱们肯定会贴出来，就是每一个会单独的拍照片，大家看一下喜欢哪一种。像这种大的话就是30多收过来的了，因为它这个盒子是比较大的。还有这种跟钻石一样的这种灯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漂亮啊，很精致是吧，这个亮起来肯定是好看。反正是各种各样的，10几块20几块，然后30几块，像这种的话就是30多的，因为这种都是纯铜的，就是拿起来非常有分量，很重，然后盒子呢也是比较大，咱不说别的，应该运费的话就要10几块20几块。这个3个头的，这个也是纯铜的，塑工是非常好。这种如果说在灯具店的话肯定要100-200块，如果在一些比较高档的商超里面那肯定就要大几百了是吧。还有这种，这个盒子最大，拿起来有3个这个灯头啊，这种也是吊灯，塑工是非常好啊。30多这个不简陋吗？我感觉是非常简陋啊，各种各样的，一共是有20多个款。还有这种是属于轨道灯是吧，也是有3个灯头，都是可以调节位置的，而且是纯铜的，大家一看的话就是比较高档，这个同样也是30多收过来的。反正看一下大家需求吧，还是那句话，这些吊灯里面任意拿出来一款，那肯定是闭眼路也捡漏，只要是能用得到的地方啊。这个也是3个灯头，每一个灯的话里面全部都配有灯泡，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的，这外边也是这种纯铜的，它不是塑料的，包括上面这个杆儿，塑工是非常好，很精致啊，很有艺术的感觉。还有这种，这个样式太多了啊，我感觉这个灯还是比较好看的，这个可以放到餐桌啊或者是床头柜都行。还有这种，反正样式是非常多，这个也是非常大，这个有5个灯头，而且超级重，箱子呢也特别大。刚才让快递公司的人看了一下，就这个灯发货的话就要运费30多。当然咱们既然叫捡漏是吧，那就捡漏到底，直接打算38那样包邮直接出了，运费都不止啊。还有这种，里面也有这种装饰雕刻，跟个酒杯一样，反正这个造型包括这个样式都是非常有艺术感的，我感觉每一个都是比较好看，具体的要看大家喜欢哪一种，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跟眼光也是不一样是吧。总之一句话，就是咱们分出来20多款这个吊灯，从10几块一直到30多，全部都是直接包到大家手的。每一套呢，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，然后包含这个灯泡，而且这个箱子是特别大，运费的话就要10多块，有的就要30多。所以说咱们这个其实真是亏钱直接出的啊，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，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关注一下李小鹿捡漏，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